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啊、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啊、哦，我们保留第四条跟第二十四条了啊、哦。那么公那个司法院针对第一条，你们提出一个修正版本嘛？是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条，另外一章的第一条，另外一章啊、哦。第一条。好，第一条啊、审查会通过条文，那你们做的一个修正是要不要说明一下？是，因为按照原来审查会通过的条文呢，变成公惩会所掌理的是法官法四十七条第一项各款，就是第一款法官的惩戒以及第二到四款的职务事件，啊，变成检察官呢，的惩戒也就不在里面。哦。啊，所以我们把它改成。现在修正动议就是说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呢掌管全国公务员的惩戒，这个全国公务员包含法官、检察官的惩戒，还加上法官法四十七条第一项第二款到第四款的职务事件，这样就完整了。好，这个修正动议有没有问题？没给他，但是大家讨论过嘛，如果这个简单没有问题，我们就照修正通过嘛啊、哦。那是那两条了。来。第四条，第四条的差异在哪里？就是民进党党团你们提出的修正动议嘛。急而已啦。急跟顿号啦，其他都一样。这个急改成顿，不，顿号改成急啦，是这样子嘛？好，这个大家有没有意见？没有意见。好，没有意见，我们就这个就通过哦。第二十四条，就照民进党啊改成急啊，顿号改成急。那第二十四条也是一样的，把逗号拿掉而已。逗号拿掉了哦，就文字比较完整了。本法施行日期由法院司法院定之，由司法院定之。啊，改为一年，就是公布后一年。啊，本来就一年了。本来就一年了。好，那就照民进党党团的协商修正通过了哈。好，那我们这三个啊，就配合等一下的那个配合法官法一并，如果大家回去看的，我们就一起签了啊。好，来。好，院长，不好意思，我再请教一下，我们刚刚法官法的协商结论好像没有写到50条。50条。他是修立法理由而已啊。哦。我这个在第那个立法说明栏的修正有啊，啊、哦，好不好？啊、哦。对啊，只是立法说明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协商就到此告一段落，谢谢啊。院长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何时再见面啊？何时再见面？啊，何时再见面太重要了。是明仔载还是什么时？拜四几点？拜四。到有时间了吧？拜喜，如果有签的话，我们要派个人在外面看。我看电视啊。在外面啦、啊。对啊。他们那个是按照自己的情况去调整的。